来一把这 ADC。砰一下！他们说我总是不知道什么是不知道什么是不知道。你怎么回事？你给人打多长时间呢？你要送佛送到西呀？干啥呀？这我哥愿意在夜晚干活，你要是不到，我点死他了。 不好意思，打不死。你点死他，可以。再捡一个，把这波兵收了，我们回家。回来，有 W 没？可以。那泰坦一级也不知道要干嘛，这是凶的要命。 我扛塔，我们俩就杀了。如果我们的存在会给其他所有人带去混乱，那就这样吧。回家了，1360，正好剩5件袋，你可以撤了。我觉得亏了。 快点来！呀，这怎么回事？剑圣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打对面的近啊，不要打那泰坦，没有意义。打眼来，OK， 你能不能给个人头？哎呦我操！好像他们知道该怎么治。真就一个也不给呗。 真能 K 呀、啊！很久以前，简直是能 K。一个也不给。就连让的那种表现都没有，不给。嗯，我生来就是为了惹人炸毛的。你甚至都不愿意装一下。 给我定住！还好，还好。终于拿到人头了，不容易啊！我们单吃点塔皮，终于没有这个烦人的人了。塞纳已经分离者了，快不快？快不快？ 瓦斯卡亚昔日的荣光，还有大半没能重现。虽然我也防疯了吧，庆祝。自然狂野能庆祝。你就拿吧，哎，你就拿吧，一会儿团战就杀你。 别人都不杀，就杀你。一会儿团战就杀你。你看着，你看着对面那刀锋，一会儿杀不杀你？那剑圣，都不能放过你。我心之石，我才会谢谢。历史全是胜利者写就，才当做一次自己的篇章。卡住！漫天飞雨！哦呦，给他跑掉了。 啊，这怎么死的呀？好，我再强调一遍，为了必须完成的目标。
我可以不择手段。换路。嗯，我生来就是为了惹人炸毛的。这波感觉有点危险。漫天飞雨，和人们说话总让我想捅他们一刀，所以我就捅了。妥协是最令有点危险，但是刀锋死了，再推一波吧。塞纳开始辅助阿卡丽了呗？行，我自己单路，我们中单逆雨，没人能挡我的路。刀锋闪现了，瓦斯卡亚昔日的荣光，他的大爆没能出现。刚才就你保我呀？嗯，有点烦，跑得有点快。你咋那么狂呢？这有啥好狂的呢？咱也不太明白，为啥不走啊？我们的单线侠挺好。干啥呢，老弟？漫天飞雨，漫天飞雨，猜中。一蓝刀了，破坏需要耐心和时间，魔术羽毛做剑圣的红 buff 刷了，我们可以去看看。其实2600加1000等于3600，差了700块钱，找着板豪玩一会儿。跑？往哪里跑？历史全是胜利者写就，该到我们写下自己的。出续印呢？不知道，随便求吧。出啥也都无所谓了，反正我们也无敌了。千刀万剐，漫天飞雨，你可打不过。拉羽毛，哎呀！小闪现，可恶！我杀了这么长时间，还是没有这个塞纳好。刀锋怎么无敌了？啊，该我了吧？来个人头！呀，对面还有个禁这种东西呢。没人能挡我的路。自然会轻易的倒下混沌，要么屈服，要么撤。他也是黄蜂。糟糕了，还不行。我走吧，人有点多了，一会儿刀锋过来不打了，咬你们一命。直到家园复兴之时，
存在会给其他所有人带去困难，就这样吧。拉羽毛。我是不是得给你来个阿闪了？你给我闪什么玩意儿？刀锋没来，刀锋只要不来，其他人都是地。与人闲聊，从来不是我要的。刀锋来了，快跑！这玩意儿咱可惹不起，赶紧回家出无尽去。我要走了。没人管呐，我可推基地了，兄弟们，来一波一 v 五。行吧，咱们不如动手吧。三秒钟。漫天飞雨。全都给我定了。和人们说话。来一波一 v 五。不带上的，你们俩除非一个一个人跟我来，要不然我是不带上的。我感觉你好像有点猖狂啊，你呀，你有什么好狂的呢？我就纳了个闷儿呢，啊，你有什么好狂的呢？你是觉得你无敌了是吗？谁无敌？无敌。刀妹儿呢？刀妹儿没出来呀、啊，这我得找找这刀妹儿了。漫天飞雨。这刀妹儿怕死不？怕死。你给我死！我以为你不怕死呢，这老刀妹儿还狂上了。